就当作从没有在一起。好不好，有些事都已经来不及。算了吧，我付出过什么没关系。我忽略自己，就因为遇见你。没办法，好可怕，那个我不像话，一直奋不顾身，是我太傻。说不上爱，别说谎，就一点喜欢。说不上恨，别纠缠，别装作感叹，就当作我太麻烦，不停让自己受伤。我告诉我自己，感情就是这样，怎么一不小心太疯狂。凯文哥真的唱歌好好，他真的非常有那种老港星的范哦。我回去了，真的回去了。抱一抱，再好好觉悟，不能长久。好不好，有亏欠我们都别追究。算了吧，我付出再多都不足够。我终于得救，我不想再献丑。没办法，不好吗，大家都不留下，一直勉强相处，总会累垮。说不上爱，别说谎，就一点喜欢。说不上恨，别纠缠，别装作感叹，就当作我太麻烦，不停让自己受伤。我告诉我自己，感情就是这样，怎么一不小心太疯狂。别后悔，就算错过，在以后你少不免想起我，还算不错。当我不在，你会不会难过？你够不够我这样洒脱？你够不够我这样洒脱？说不上爱，别说谎，就一点喜欢。说不上恨，别纠缠，别装作感叹，将一切都体谅，将一切都原谅。我尝试找答案，而答案很简单，简单的很遗憾。因为成长，我们逼不得已要习惯，因为成长，我们忽然间说散就散。我退出，真的好想说，凯威你回来真好，又让我们听到了这么有磁性的声音，一如既往的好。因为凯威哥在我们这个舞台拿过歌王。其实这两天我一直在想一个问题，像我们职业歌手，面对一首歌的时候，比如说有转调或者离调，我们习惯性的就在提示自己，哎，要进入一个比较难的一个状况了。
但是我想问一下，他们很自然哎。因为可能我们是跨界嘛，那相对来说，比起职业歌手、专业歌手，可能那个压力，我认为会相对少一点。你就麻醉自己说，我是来参与，来投入，来享受。应该向你们学习，真的。你那个香港式的唱法，其实是很有味道的。中低音的时候的尾音的时候，你们会送气，然后再加上一点点手抖音的。那么不想，是我太傻。就是你们会有那种东西，其实这个是很有趣的。但是我最好奇的是，因为我很期待你的回归。上次还有宇哥来的那一次，你唱的都是上个世纪的歌曲，90年代。今天为什么你会唱一个2017年最红的这么新的歌？你有精心选过喽？既然都突破自己，是需要学习一点新的东西。对，这个歌是一个新歌。那其实要说到新的这个点，凯薇说过他入行已经20年了。其实每一个入行者都是从新人开始的，那你也肯定陪伴过很多新人来成长。会不会新人身上的某些东西有的时候在一瞬间很打动你？就记得有一期，我记得第二期的时候是东君那首歌，有一个男生就坐在已经早就已经坐在那个桌子上面，然后他自己一开始就已经倒了一些酱油，倒完之后然后说啊，那重新再来，重新再来。当他觉得这个里面有酱油，那怎么办呢？看不到，就想要找有没有可以倒的一个地方。我就记得就是他马上把那个喝掉，直接就喝掉了。哇，然后就是那个小细节让我就想起，可能很多时候我们刚入行，对于这个行业的那种很纯粹的一个态度。其实我们常说不忘初心嘛，我觉得那天那个舞蹈演员的举动，一定是触动了凯薇的初心。而且让我感动的是，其实能够来到我们这个舞台上的每一个人，他们都是愿意打碎之前的自己，完全以一个崭新的形象站在跨界歌王的舞台上。这种真诚，这种炽热和坚守，所以谢谢你们，让我们看到了你们的初心。归零，归零，对。但是你的起点其实跟很多真正的新人是不太一样的。你的爸爸是刘丹老师，我们非常尊重的一位前辈。哎，那你小的时候对爸爸有没有什么记忆特别深刻的事情？最好玩的是，我的同学都知道我爸爸是谁。那个时候最火的电视就是《射雕英雄传》，所有同学回到学校就问：“哎，你昨天在电视看到你爸爸在打那个降龙十八掌？”对，哎，你肯定会，你肯定也，你要教一下我们怎么？没有女同学给你使出九阴白骨爪之类的，要跟你对决一下是吗？对，他们自己有打了，但是我就差不多一样。那小的时候，你爸爸身边的朋友你有见过吗？也经常会有见到一些，比较深刻就是我爸爸喜欢运动啊，他喜欢有很多网球啊、高尔夫球，那当年最喜欢还是足球。香港的巨星都喜欢踢足球啊，对，谭咏麟啊、陈百祥啊，香港明星足球队嘛。他是不是也是跟你爸爸一起在玩足球的？你那个时候在场边看你爸爸踢球，有什么特别的感受吗？当时只顾着看别人。看谁呢？看谭咏麟吗？是啊，有看，除了谭咏麟，还有华哥、刘德华、任达华、王日华，根本没在看他爸爸。不要给我爸知道，我就没有留意他踢的怎么样。来，各位，如果你们支持凯薇今天的演唱，就请按红色键；不支持，按黄色键。我们一起来看结果。他很自觉，太可怕，基本都红的嘛，我很震惊啊。你公布一下吧，凯薇的票数是283票。